老公在外地出差，感觉不舒服。正好闺蜜老公就是大夫说，没啥大问题，回来多吃点蔬菜。我紧问道，吃什么蔬菜呢？他说，萝卜、黄瓜、茄子啥的都行。看到街上美容美发，里面灯光扑朔迷离，非常好奇。我敲开一家门说，理发。里面的人看着我沉默了十秒说，只给男的理。今天抱三岁女儿逛街，遇上邻居了。阿姨给了一盒奶，我说，人家给东西，你该说什么？他说，嗯，有管吗？闺蜜因为晨跑和男友结缘，把窍门传授给我，主动、胆大、热诚。我去附近公园晨跑没几天，一个大爷拦住我问，丫头，你对那些跑步的小伙子们做了啥？怎么现在他们都不来跑步了？接儿子放学，老师说，不用叫我爸，我自己就能打过他。